我叫万小迪，是 LingoAce 的培训师，负责教师培训的工作。因为当老师是我一直想做的事情，毕业之后我遇到了 LingoAce， 来面试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家能实现我梦想的公司，所以我选择留在这里。我觉得这是一份很有前途的工作，在这里每天可以和一群很可爱的小朋友打交道，也可以和朝气蓬勃的同事一起相处，我觉得很开心。在 LingoAce 学习中文，我们不仅重视学生的学科知识学习，同样重视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。希望 LingoAce 的所有学生和老师都能够在这里共同成长，共同进步。学中文 LingoAce。